你看母的，母的比较母的，没有母的看短，母的比较短，有没有短短的？但公的比较长一点，尾巴比较长，对，就是尾巴长短度。照理说，母的有些短到不会突破那个壳。你好，然后你看它的，你摸它这旁边有没有？这都是软的，它软软的，对，看起来好像硬，对不对？但其实它是软的，它跟乌龟不一样。哎，真的，它这个壳旁边都是软的耶。对。但你不要靠太近，因为它不像哦，好，它可以脖子可以伸，是不是？它脖子可以伸很长。它的鼻子好像猪鼻子哦。对，真的吗？有点像鳄鱼啦，有没有？你该咬看，你该咬看。哎，还要咬，还要咬。你要咬是吧？小哥。它很像蛇的头哎。蛇的头吗？就是头很像，嘴巴很像恐龙还是什么的那种？就鳄鱼啊。对，那种嘴巴。就是那种两栖类的蛇。话说鳖在华人料理而言，因为零胆固醇富含胶质，所以是不少老饕喜爱的美颜好料，让你吃上一口成为人生胜利组，从此不吃鳖。它很像药炖排骨那种，对，而且你知道，像这个部位啊，这个部位，这不是它的肉哦，不是，这是它壳边缘，壳也可以吃哦。壳它的边缘其实是软的，所以人家讲说那个鳖的胶质啊，整只对，它 Q Q 的好像蒟蒻，有一点，对，超像蒟蒻，它可以做甜食吧？它煮出来的胶质，胶质啊，胶质，好好吃哦。它完全没有什么味道，它吃起来的口感跟蒟蒻真的蛮像，是那种厚蒟蒻。对，它的肉质好韧哦。就是很有弹性，觉得五味稳重的，对呀、啊，而且它吃起来跟鸡肉有一点点像，有一点点，有那个它的三把呀，它的肉质好韧哦，肉质就是很有弹性，觉得五味稳重的，对呀、啊。我跟你说，这种野生鳖就跟放山鸡是一样的道理，因为到处爬爬灶，所以肉质和 Q 度当然不在话下。难得帮你解锁人生清单，另一款百年好味肯定很合你的味。对，是把面团饭放进去，然后压嘛。米团，对，这个叫米团。其实不是想象的这么好压呢，它一定要有一个角度了，不然。对，按传统就是这样出来嘛，这样慢慢的。然后要卷。卷啊，你卷啊，你压，你一定有力，你压。是传统的，最唯一是胜算传统的。没有在传统上，有压看，有压看，酸哦，压看，哎，会酸哦，真的会酸，因为它其实有一个重量在。哎，它需要一个劲哎，拉高一点，拉高一点，对，好，我看哦，你也是很有力啊，这样，对，漂亮啊，哎，你说这样的，这样会苗条，动作很漂亮，老板眼光怪怪的，苗条啊，这样子，因为那米的东西哦，很硬的，对。你这样压不出来，因为你摸这一块就硬硬的，对啊，很硬啊，对，真的硬啊。对，这个现在是用这个油压的哈，对，在第一代那代就是用杠铃的，啊，是用人这样子压，对，靠劳力。很多健身器材其实就是从这个开始发明，对，你拉一条铁链，然后做到铁链背，对。有句俚语是这样说的：喝茶不做低料牛，阿娘不给米粉料。光是小小一盘，我们就压到气喘吁吁，更别说以前做米粉，从磨米浆、做米团、轮米片、压成丝、蒸米粉，所有的过程全靠人力。虽然现在有些步骤能用机器取代，但老板对原物料依旧严格把关，百年来坚持纯米制作，才对得起良心。翻过面，要翻，把它甩一甩，甩一甩，对，
把那里面的蒸汽出来，好像白头发哦。对，白发魔女，来，阿里出，你好香哦。一人一边，好，把它甩。把它甩开就好了，对，这很像现在在甩战神。哦，你说这个是不是？你自己甩，很像在甩战神。不能拿，其实蛮重的，有，你抬起来才有十斤。它现在这样子，其实你看起来它有一点黏糊。我想把它撕开哦。你说整个很像头发炸结的。撕开。这个是已经全熟了吗？全熟了，把它撕一下。撕起来，对对对对。哦，好香哦！在一起，跟那个米刚蒸出来的味道是一样的。对，所以它在吃吃饭一样，跟你而且它有淡淡的甜味在，跟你那个咬劲，很 Q。哎，等一下我们要来切。然后我有，直接就切了。对，我米粉有两种，湿的跟干的。蒸好了马上给面摊做生意的。哦。人家切干米。干的是我们送礼可以用的，晒干的米粉。对。要煮的时候不要泡，不要烫。不要泡，不要，因为米的东西有毛细孔，对，它吞到水就软了。它一个刀子的长度到这里，差不多，还是要量一下哟。怕切多了，老板娘亏钱。不是毛切，因为它有弹性，它有弹性，对，它有一个厚度在，对，厚度在。是不是太紧？很紧致。哪有我这样子？这样子，老板娘，你看这刚刚好吧？对，师傅，你看老板娘这一节。哦，旁边有人说没关系，你不要打扰我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有力哦，有练过，健身版，人称江湖一剪刀工，好吗？别以为切好米粉就能收工，后面还得手撕米粉晒干。老板娘说，七分靠风，三分靠太阳。虽然新竹风城适合做米粉，但毕竟是米做的，还是得时时留意状况，避免前功尽弃。也唯有这样的坚持，才能把简单的米变成不简单的好味道。如何？超级 Q 哎，弹性，跟刚刚它冷掉也是一样好吃，跟刚刚拿出来现吃的感觉完全不一样。那是吃原味的米的香气啊，这是你的配料，而且它已经有一点，它已经有湿润度了。对，然后那个酱汁都被米粉吸得很饱，对，可是米粉的弹性还有保留住。然后那酱汁的香气，然后混着再来米的香气，有，哎，赞呢，纯米米粉，它咬得绵绵的，对，它不会有那种。因为米粉很干，你吃下去，你的嘴巴、这个口水会被吸干一样。对，没错。这完全不会。再来米煮饭比较没有那么好吃，像破破。哦。它煮过哈，做过米粉的时候，那有 Q 度。吃起来就不一样。快吃完了。那个真的吗？对，我等快来，快来。不用多说，看我一口接一口就知道，东西好自然被大众喜爱。老板娘说，虽然米粉做得很辛苦，但是看到客人喜欢的表情，一切就值得了。我想能和好朋友一起玩，一起体验台湾在地的人情味，绝对是旅行最棒的回忆。